猜猜我是谁？才不是，是我，是我了。猜对了，加50分。就是没想到这个衣服行动这么不方便。其实我是去找我师父了。我知道了他的 IP 地址，不过还是去晚了一步。你说的没错，说不定到时候我已经可以破译他的代码，给他回信了。现在让我好好看看，薯片小姐最近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？你看，脸都小了这么一大圈。不仅瘦了，脸色也不太好。老实交代吧，薯片小姐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既然累了的话，小熊先生决定亲自护送辛苦工作的薯片小姐回家。这位小姐，请你不要干扰驾驶。你试图用眼神里的意念光波让我回头看你，这怎么不算干扰驾驶？当然是因为我有阿鼠雷达，你哪怕是随便看我一眼都能知道。坐稳了。后面有车在跟着我们。薯片小姐太紧张了，要不要听点音乐缓解一下？战歌起，我们冲！前面的储物箱里有个微型电脑，开机后点开左上角那个小熊图标。聪明。接下来看看有谁在跟踪我们。打开右侧任务栏第二个图标，输入 net 89924 anti track。
应该是提前在我的车上装了定位仪，也多亏了这个才能反追踪他们。要不要和我打个配合，甩开那些跟踪我们的人？收到。光甩开怎么够呢？这些家伙破坏了我和薯片小姐一天的好心情，当然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。放心，交给我。我黑入了他们的驾驶系统，然后又通过车载蓝牙链接了他们的通讯设备，这样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和这些设备保持通讯的 IP 地址了。切，可恶，怎么这么难缠。障眼法，距离远的时候他们只能靠定位来跟踪，所以我在他们的定位系统里加了点 bug。 我已经把我们车上的定位器信号屏蔽了，所以他们接下来会一直追着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信号。如果他们聪明的话，应该很快就会发现问题了。我们先把车藏到阿六那里，免得他们回来找麻烦。抱歉，这段时间没能陪在你身边。我也要对你说一个其实。其实今天这些人未必是冲着你来的。应该是在之前的清算中离开 BS 的一些人。最近这些人一直在联系我，想说服我脱离 BS 和他们合作。我拒绝了，但他们一直不死心，我车上的定位器应该也是他们装的。我可不只是在担心自己，你不也被奇怪的人盯上了吗？俗话说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们洛属组合今天已经成功反击他们了，之后也不会输。不过以防万一，我会把你家和公司附近的监控连入我的警报软件。如果有可疑人靠近，我第一时间就会知道。所以，今晚薯片小姐的工作，就是回家好好睡一觉。
你来了。干嘛盯着我不说话？老板不会是来抽查我训练的吧？这个远哥和我说过，我现在还不确定。这些是什么？那我们一起拆吧。哇，真的？这个我可要藏起来，不然又要被苹果香拿去当玩具了。这个粉丝我记得，他是学音乐的，之前我听过他写的曲子，很不错呢。怎么了？盒子里面还有什么吗？不要紧，倒是你吓到了吧？不是恶作剧。他们也只会这样罢了，小麻烦而已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怎么可能？在我面前除了你之外，从来没有别的选择。你说的对，既然同为共犯，就不该对同伴有所隐瞒。我跟你一起。我想他们应该有很多话要跟我说。我是因为一点私事，不得不暂时闭关学习。大家放心，我很快就会回到大家的视野里了。谢谢你们的喜欢，也谢谢你们的等待。是你们没有放弃我，始终支持着我，
所以请大家放心，这个公司很好，我没有受欺负。只是现在我还有些自己的事情没做完，等处理好之后我就会回到舞台上。我答应大家，这一天会很快，我一定会更快更快地回到舞台上。这是我对所有小汽水的承诺，我保证那天不会太久。当然参加，之前答应过你和小汽水们，我会回来的，我说到做到。等等等等，薯片小姐你也太心急了。我这个决定让你这么高兴吗？那我就说个能让你再高兴一点的计划吧。除了音乐节，我还有一个计划，我想趁着这次回归走一场欧洲巡演。这两年我的海外演出都相对零散，所以我想正好趁着这次的机会巡演一下，揽回一些人气，也再积累些经验。一周之后是音乐节，等音乐节结束后收拾一下国内的工作就出发。我最近已经通过他们之前暴露的信息把他们的情况都摸得差不多了，但他们现在很警惕，全部改用了内网，我没办法锁定他们真正的据点。正常，他们藏得很深。我也想尽快，但他们最近太谨慎，我找不到马脚。实在赶不上的话，就不去音乐节了，也不是必须要参加。不是每个承诺都能兑现，有时候这是迫不得已的，你要理解我。你现在想退出还来得及，我自己也可以。老大，盯了几天，人总算带来了。可惜那个大明星警惕高，这个女的倒是好抓。
老大跟你说话呢，少装哑巴。我说你，你可是贵客，总不能让你饿死在这儿。老实待着，早点考虑好，早点出去。谢谢各位小汽水们的支持，我将会参与一周后的巨星之夜音乐盛典，很久没有登上舞台，我很想念，也很期待，很期待和大家的重新见面。巨星之夜后，我也会有新的专辑推出，也会进行一场欧洲巡游演唱会。具体日期和安排，大家可以关注官方消息。没事，远哥，我就是最近太忙了，脑子晕晕的。他说有点事情要紧急出差，赶明后天就回来。我说了吗？可能最近相声小品看多了吧。算是消停了，可真够累的。哎，也不知道他俩啥时候能了事儿。
没必要，因为从现在开始，这里由我接管。虽然阿闹内和你们一样讨厌，但他的能力还有点用。我命令你们现在睡一觉。好久不见，西维尔先生。怎么？没按照你的期望当一个乖乖的棋子，回来继续替你做事，你很意外。刚才我在你们的内网逛了逛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我一直听说你在炼狱室有一个核心实验室，就是这里吧。这里的实验数据竟然积攒了17年，真不少啊。如果我把这里的数据通通归零，这些数据本就不应该继续存在。你说我是不是可以先答应他们的合作，然后将计就计，借机潜入？其他的方法花的时间更长，我怕来不及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席威尔是个彻头彻尾的冷血研究员，说不定他们一抓到你，就会把你拉到实验台上。知道露出这种表情，就不会拒绝。这个人是席威尔的手下，在 BS 的时候，我和他共过事。他是个急性子，虽然对席威尔很忠心，但也喜欢居功自傲。只要我放出消息 ，NW 和 GR 的人会在近期抢夺矿，他大概率会趁你我落单的时候下手。到时候我把他藏起来，用他的身份和你一起潜入。潜入以后，我会趁机黑进他们的内网，引起骚乱。到时候你来找我会合。这个不用担心，别忘了我的演技可是拿过奖的。不过如果周期落也忽然消失，他们会警觉，所以我会让阿六暂时代替我出现在公共视野中。至于怎么易容吗，我们就要先找一个讨厌的老师。
你没事吧？统计整个基地的数据资料，这些是他们做过的所有人体试验的档案数据，包括17年前的实验。17年前官方结案的时候，这些数据已经被彻查过，那些做实验的人也都被救出去了，但希威尔偷偷把这些数据藏了起来，这些年背着 BIS 仍然在持续这些实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让他们全部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我正在黑入他们更深层的网络，那里应该留有这里的数据备份，不会花太久。喜威尔这家伙看来真的被我气疯了，他居然给这个基地加载了自毁程序，10分钟后这里就会被夷为平地。他那种人才不会管这些人的死活。你也先走，等我把销毁程序送到他们网络就离开。带他们走，你的老大交给我。如萍小姐，你相信我吗？害怕的话，就看着我的眼睛。
边小姐还好吗？再忍一下，马上就不冷了。我记得就在这附近，找到了，这边，这边。江江，答对了。昨天半夜，我趁着巡逻的功夫在附近转了转，趁机在好几个地方都留了补给。只有我的衣服了，将就一下。对，那些资料只会让更多普通人遭到迫害。我当然害怕，但我的奇迹就在身边。你知道吗？其实看到那些资料的时候，我非常难受。我感觉自己好像又被关到了那个小黑屋里，看不见太阳，连心也被一片漆黑遮挡。但是在你出现的那一刻，那些让我害怕的东西都消失了。只要有这一束光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就够了。如萍小姐，这是你给我创造的奇迹。放心吧，期待都来不及。倒是早上看到远哥的时候，他比我还兴奋。知道今晚你要亲自跟我，他还叹气，说他这个经纪人快失业了。我也一直很期待能与你见证这个瞬间。是的，之前因为一些个人原因，我不得不暂时离开大众的视野。从今天起，我将正式回归，也希望自己这段时间的学习可以在将来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。我不在乎自己是普通人还是 Evolve， 我不是 Evolve 的符号与象征，也不接受任何标签和枷锁。所以不管是谁，都不要把我放在自己的规矩里。我永远是周奇洛，
也永远只是我自己。今晚也来了太多记者，走哪都有人跟着我，问得我头都大了。我可是不想再对付他们了。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正事要做吗？既然工作都做完了，那不如我们偷偷出去吧。不愧是我的大老板，说话简直滴水不漏。周奇洛等下还有行程，我先带他回去了。等巡演期后有好的资源，务必再联系。没办法，我应付社交的能量已经耗尽了，剩下的精力还要留给跟薯片小姐的单独相处。薯片小姐，你还记得这个电影吗？现在应该还赶得上最后一场，想看吗？你也要一直都注视着。看来那部电影我拍得不错，你居然一直记到现在。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吧。不过没关系，接下来我会出演更多新的电影。薯片小姐，我很高兴。应该说，这多亏了你们所有人。以前觉得必须要完全摆脱黑暗，我才能以最自由的身份站在最亮的地方。你站在我身后，让我知道即使面前还有一万个阻碍，我们也能一起克服。无论身上缠着再多的枷锁，我也始终是周奇洛。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那些枷锁就已经无法束缚我。
我在这里就不会让他们得偿所愿。你说的对，过去是这样，今后永远都不会变。放心吧，我肯定听远哥的安排。Boss 特意约了我，在巴黎的秘密地点会面，应该是有正事要说。那就开始吧。